我是 Venus， 最为人熟悉的身份就梗是一个演员啦。但是我今天有一个特别任务，就是做一个神秘顾客。Hello， 我是 Venus， 约了今天3:30。Hello，Venus， 帮你通知治疗师啊，请等一等。Hello， 我是你今天的治疗师啊，咁啊呢边咧。会唔会整伤皮肤噶？唔使担心啊，因为咧，首先我哋会同你做到一个聚点测试先噶，咁测试翻你对 laser 会唔会有敏感，然之后校翻一个适合你嘅度数先进行疗程噶。Okay. 我哋而家开始啦。咁快做完噶啦？系啊，已经完成噶啦。我都有推薦好多我的朋友嚟嘅，唔記得 book 下一次做 treatment 添。你係咪仲未 download 呢一個 Neo Dermal Concierge Plan？